我又来了。我还是把自行车锁一下吧。这个长的位置有点特别啊，长在这个洞里，会不会有老鼠出来？刚才看到一只小老鼠飞快地跑过去了。妖眼瞎扣海绵吧。这个伞盖打开好干净，基本上一点虫子都没有。今天这里就是明显有人来过了，就已经是他们挑剩下的了。好，下面这个土直接就整块土就顶起来了，这里已经老了，这个被树枝，因为被树枝压住了，这样子长在一块儿。跟上次那个好像，这个这么大的，其实它这个伞盖还是比较嫩的，它那个黄色不是很深，还没有这个小的深。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的那个伞盖还是比较结实，是硬硬的，这种就是好蘑菇，可以的。这里有一些就是长得比较小型，杆很细，你看这个这么小就已经老了，这里是刚出来的，腿还挺大，这个也开始有点成熟。这里真的是哪哪都是，早来几天的话这些都还是嫩的，现在全都已经熟了，全都已经老了。这个松树底下也都是，这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看。然后我发现自己迷路了。哇，终于走出来了。这个伞盖压得有点变形了，但是好像还可以。哇，整个变成了这样的形状，好像被人拧了一下。好多都已经烂了，都已经长老了，新的好少。今天好狠不起来，都要带回去。这个好长，哎呀，这个被吃的已经空掉了。这几个就看着比较好，但是已经老了，那个伞盖一踢就掉了，就说明老了。这个肯定好，这还是白色的。这货没有底气了，小的也要拔出来。这个嫩哦，这样都嫩。哇，这个就是看到以后肯定要带回去的，而且腿大，哎呀，太深了，哦，盖子差点掉了，哦，不对，已经掉了。我今天看的可仔细了，我大小通吃，只要是好的我都要，就在马路边上，在这个摘树后面藏着，这个还可以。哎呀，这个老了，一个彻底牺牲了，这两个勉强合格能带走。哎呀，这个也不行了，这个还发霉了，没了。哎，那个看上去还行。应该不行，这个款式的这么大就哎，这个还嫩的，判断失误了。哦，但是这个腿里面能挤出水来，太湿了。哎呦，这造型，这什么造型？哦，前几天因为这片林子特别小，所以没来，已经烂成一片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这两个也老了，可惜了。太可惜了。哎，这个是这个好。哎，这个呢也行。今天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，采了三个带回去两个根，知道为什么森林里那么多蘑菇都烂在森林里？采的速度太慢，那它长得实在是太快了，几天它就成熟了，然后就腐烂了。哇塞，今天看到这个我都觉得有点激动。激动的太早了，下面都被吃掉了。这个可能是今天的冠军。可以。咦，这里又是一大片的，一声叹息啊，全部都老了。这里就是著名的蘑菇一条街，果然蘑菇大道的产量还是可以的。